市长莅临现场，我们现场朋友，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大家长柯市长莅临现场，掌声欢迎，掌声欢迎市长。好，我们市长先请就座，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许富。大家好，我们很荣幸能够参加这场我们全台湾最大的教育盛事，我们的教育博览会马上就要拉开序幕喽。是的，各位教育先进、长官、贵宾，以及家长、老师，还有媒体朋友，以及最亲爱的斜杠在学的各校小帅哥美女们，大家好！大家好！是的，那让我们给今年度最盛大的教育博览会一个热情的掌声吧！哇，大家真的是好有元气哦！其实呢，人才培育一直是台北市最重要的基础，而台北的教育在国际的卓越度也是相当的能见，甚至在台湾也可以说是第一名啊！为展现台北的教育软实力以及创新的能量，台北市政府自三月来便积极努力的筹备展览活动，在这边。今天我们要跟呢优质的台北教育团队说声谢谢，同时也要感谢呢家长及老师的热情参与，更重要是有台北市政府的积极努力和重视，才有这一次的活动，辛苦大家了，也谢谢各位的努力，谢谢。是的，我们刚刚在荧幕上看到的好多影片哦，不断的看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我在学，我斜杠。所以这次我们教育博览会，我们的主题呢，一共有三大区块，还有五大特色，为的就是要展现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的斜杠精神，还有斜杠的多元能力，帮助大家能够成为未来更有能量的未来的人才。是的，我相信呢，各位现场的所有的大家都跟我一样迫不及待呢，要开始参观今明两日的展览了。在正式开始之前，要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仁爱国中的小小嘉宾们带来的智慧机器人团队的舞出真实自我，让我们掌声欢迎，掌声欢迎。所以今天我们的活动的话呢，我们不仅呢有机器人团队，更重要是呢，我们要呢不断的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教育对于技职有多么的重要。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快点，快点，快点，您的动作正在开始。
接下来呢，钢铁雷和尚的机器人左右两只即将展现力量与自备教育的成果，而正中央的则是他们的评审，机器人教育界的评审。后台您看到的太古镇更是大领域教育的结晶，每一个音乐的鼓点就是机器人打鼓动作的落点。让我们一起欣赏舞台上精彩的钢铁擂台。大家好，我们感谢仁爱国中这个机器人带来我们精彩的表演。其实呢，学习啊就像是一场与知识共舞的旅程。我们成就每一个年轻朋友，每一个孩子呢，是台北市教育推动的核心理念。我们相信我们的大家长柯市长一定有非常多的心情想跟我们分享。现在我们就用最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柯市长上台致辞，掌声欢迎，欢迎市长。好，我们在场的教育界的朋友，大家早，大家好。好。教育局是我们台北市，所以说各个局处哈、表现最好的，我不敢说他是最好，不过他是得奖最多的。好，我们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们在今年那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哦，在评比世界的城市哦，分成五个项目，当然最后总成绩台北市是排59名了。但在五个项目里面，教育类哈，台北市教育类是得100分的，满分的。那我们有连续2年拿到这个亚太区智慧城市大奖哦，在教育类也是第一名啊。另外，像不管是远见或天下杂志，你知道吗？在评比的时候，台北市的教育类也是第一名。我每次开玩笑说哦，兔子跟乌龟比游泳也不会赢啊。不过我们台北市的教育局不管你怎么比什么项目，那些比还是会第一名，这已经厉害到兔子可以跟乌龟比游泳的程度了。哇，真的是不容易耶。不过在这一个领先的局势之下，当然我们要更努力去保持这个领先的优势。所以在108课纲已经实施1年之后，办这个教育博览会也来让大家认识108课纲跟整个台北市在教育方面的努力，是吧？我知道今天它分成三个主题区的哈，这三个主题区特色，这三个主题区包括这个教学特色。教学特色是我们台北市在这几年有哪几样教学特色？它有里面要分5样，你知道？第一个是国际教育，我们现在念高中很多都跟欧洲的加拿大、美国的高中它是一个双学程，就是说你在台湾念，那透过不管视讯或暑假到国外，你知道你毕业的时候是拿到那个毕业证书，是两边都承认。那这样的话，将来要进入欧洲或美国的大学那本身就是一个优势，因为你就是等于拿到那个国家的高中文凭。那我们还有个智慧教育我每次去外面讲台北市的智慧教育是让外县市只能用羡慕两个字来形容。我们236个学校全部校园光纤网路，每个教室全部福利 WiFi， 然后每个教室还有3个 Internet 的 Port， 就是那个可以连上网的。然后我们有4000多个教室，有85寸的萤幕。我跟你讲我看那个85寸萤幕我就是最有感触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爸爸是小学老师的，人家说老师都要吃粉笔灰，你知道？
有人说我去仁爱国中啊，我就看那个老师拿 iPad 的，你知道，在上面画，然后那个85寸大屏幕就会显现。所以台北市的老师哈是不用吃粉笔灰的，那只要在，就是然后我们国小三年级以上哦，都有 iPad 可以用，你知道哦。这个数位落差，你知道哦，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本来教育是穷人翻身的最后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不能让所有的人，你知道，不管他有钱没钱，都可以使用这种网络的话，你知道，我们让穷人哦失去了竞争力。那在整个社会上要翻身会相当困难，也因为这个理由，你知道吗？其实，在台北市，我们推动智慧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网络人权的，因为教育是穷人翻身的最后一个机会，你知道吗？人家说2000年来哦，中国的科举制度，你知道吗？那就是穷人翻身的机会，因为不管你怎么穷，你知道，你只要愿意用功读书哦，你就可以上去。那过去你知道吗？从1994年发明那个 Triple W 以后，你知道吗？坦白讲哦，在过去30年当中，你知道，如果你是没有能力去使用网络的人哦，你是没有机会翻身的。我们就是看到这一点哦，所以用2年的时间哦，花了16亿，把整个校园的这个网络全部建立起来。现在我们哦，硬体解决的哦，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软体。所以库克云计划哈，是我们台北市教育局现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课程哦，国小、国中、高中所有课程全部拍成影片，放在网络上面。然后我们的，因为每个学生都可以使用 iPad， 所以我们哦已经有40万册的电子书，你知道哦。所以哦，你不管有钱没钱，你只要愿意读书，你知道哦，愿意学习，你都可以在网络上获得你需要的知识。当然，我们那个库克云哦，也会继续跟外面合作，你知道，让那个课程更精进了，就是说，不要再一镜到底，你知道，变得更有互动性、更进步。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智慧教育的推动，你知道哈，彻底解决哈数位落差的问题，实现这个网络人权呢。另外一个是哦，实验教育，这个我刚上任的时候，台北市没有公办的实验教育。现在我们小学哦，公办公营的实验教育5间了，国中是3间了，另外外面还有11间的哈实验教育。实验教育哈，原则上大概是要占总个教育人数大概3%到5%的，这是我们的目标的哈。啊，但是我们也不会很急躁，就是慢慢增加，大概停留在3%到5%的。所以因为有的人他就是不适合这种一般的教育，这种实验教育。另外创新教育哦，这也是我们非常鼓励的，还有一个叫终身学习的。不管是社区、大学的全人教育哦，这我们也继续做。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色是斜杠主题舞台区，斜杠人生，你知道？像我从医生变市长，这也算斜杠啊。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哦，拥有跳槽的能力，你知道哦？所以这个要让他跨领域去学习。那最后一个是产业协同做合作区，你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哦，有3个这个特区，你知道哦？教学特色。斜杠特色哦，斜杠舞台、斜杠主题，还有一个是产业协同。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一种跨学程哦，就国小、国中、高中哦，一直到大学，一直到社区大学，你知道，跨产学也是哈，教育跟厂商的合作，还有跨体制哦，就是体制内跟体制外的实验教育。我们希望我们台北市的教育哦，不仅在目前台湾的领先位置了哈，虽然我们在整个亚洲也差不多是 top 的，你知道，但是我们要让这个领先哦继续维持。坦白讲哦，要改变一个国家哦，要从改变教育开始。那我们哦，改变我以前都讲说，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哦，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那我们会从这个学校，你知道，作为整个改变整个台湾的一个领头羊。事实上哦。我们目前在台北市在推无限金教育哦，就是用北一女当示范单位，北一女成功的哦，就可以推广到所有的高中职，然后再散出去，这个会比较快。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在现有的哈领先的基础上哦，这个要拜托郑善君局长哦继续努力，是吧？那我们不是只有要维持领先的，我们要让这个领先扩大，你知道哦。那变成我们台北市的学校哦，透过台北市学校改变哦，去影响整个台湾的社会，这是我们的目标。谢谢大家。谢谢，也请市长留步，感谢市长的鼓励和打气。今日的博览会现场有许多产业界的贵宾现身支持，感谢你们的支持。待会也要请市长递赠
感谢状。好，我们现在呢还要邀请另外一位长官到台上来，也就是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曾灿金局长，我们掌声欢迎。欢迎。好，是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台北市科技产业的大老板大家的踊跃支持。现在呢，我们要请他们一一到台上来。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台湾区冷冻空调工程工艺同业工会的林坤伟文理事长，掌声欢迎。不好意思，我稍微后退一点好不好？白皙湖泊中的。OK，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叫。Thank you.
大家早安哦，我们现在在这个台北世贸中心的一馆，阿北来参加这个教育博览会的开幕式。现在是早上差不多10点左右，但是阿北早上已经排了应该也有一两个行程了吧，早上应该有去那个天母参加原住民的运动会，那接着就赶到这个信义区这边世贸中心参加这个教育博览会，今天阿北的行程应该是满满的、哦。
斜杠已经变成了，这好多医生变四个变成斜杠，那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哦拥有较少的能力，就是能够让他跨领域去学习，第二个就是产业协同，我们要去，那我现在找了三个这个特区啊教学特色，斜杠特色，斜杠斜杠组，那个产业协同，那我们希望说通过这一种。化学省，或者我们高中就是到大学去到社会大学，化产能源什么，教育跟厂商的合作，要化学，这是这边跟诸位老师的。我们希望台北市的教育，不仅在目前台湾的顶尖，这两年在全亚洲也差不多是大的，但是我们要让这个领先的地位。坦白讲，我们改变这个国家嘛，我们改变台湾开始。那我们讲，改变我们以前讲说，改变台湾从手工开始，改变从美国文化开始。那我们就从这个学校，做什么改变台湾的一个国家。实际上哦，我们目前在台北是在推一些学校，都叫培育你当师范大学。培育成功的嘛，就是推广到这个高中，那省都比较。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现有领先的基础上，大家能够站在一起啊，继续努力。那我们不是只有大学是领先，我们要让自己领先扩大。那比如说我们台北市的学校，或者是学校的领先，台湾的社会，这是我们的目标。谢谢大家。可以听到我说话吗？阿贝现在正在颁这个感谢的奖状。这个博览会现场的民众啊，学生、老师都非常的多。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有没有声音啊？如果有声音的话，可不可以留言告诉我？大家可以听到熊熊在说话吗？有声音哦，谢谢这一位赖姓的柯粉。这个博览会的入口会量体温，所以说进来除了戴口罩之外，也会确定说进场的人体温没有过高。阿贝，等一下颁奖完应该会绕一下这边的摊位哦。那我们等一下也是直播，看阿贝跟学生们、老师们有什么有趣的互动。
谢谢总经理，我们请回座。今天台北市的天气非常的好，就是感觉又是还蛮热的天气哦。虽然今天好像是那个立冬，但是气温还是蛮炎热的。在颁奖的这个过程里面跟大家聊聊天，就今天是11月7号，那明天就是11月8号了。熊熊记得2年前的11月8号是熊熊第一次参加阿北那个竞选的选务的行程，11月8号好像就是阿北去滨江市场扫街，那时候距离选战好像剩下16天，所以阿北就请假开始跑他的这个竞选连任的行程哦。就时间过得真快，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刚好满2年了。是不是全台湾都是晴天啊？大家所在的城市或乡镇有现在还在下雨的吗？好，再次谢谢所有的老板和长官，我们给出老板的掌声。哇，真的是有你们，台湾的教育能够越来越好，同时我们在这边邀请市长以及呢我们的长官，如果让我们跟着，好，谢谢社会大家对于教育的支持，有大家的贡献呢。阿北现在要开始逛摊位了，我们跟着阿北一起走吧。109年度教育博览会的内容，我们有请道部的李斌大使带队，大家一起来欣赏多元创新的斜杠教育。是的，那我们在这边也要邀请所有的与会媒体嘉宾朋友们，欢迎大家都可以跟着柯市长的脚步，让我们共同来实力
捕捉这精彩的可以执行画面。而当然，我们的斜杠舞台也要继续精彩。待会会将主持棒继续交给王慧桑老师，让我们的即时论坛第二阶段继续精彩发展。掌声鼓励，让我们谢谢大家的支持。这边有很多高中生哦，然后大家都拿着手机在拍阿伯。这个博览会感觉就是各个学校的那个成果展，然后你可以了解他们各个科系的一个专长跟成就，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逛逛。来，
这一间是大同高中。大家家里有没有那个大同宝宝啊？以前阿公阿嬷家都收集很多大同宝宝。现在天母国中的小朋友应该就是在介绍说怎么样防止鸟类撞上那个窗户啊而导致死亡，所以就是贴这个贴纸是可以大大的降低鸟类的死亡率。等一下要跟天母国中的学生合照哦。
我要帮忙。科室长、郑局长，你们好，我是大安商职艺日科二年级的陈同学，我代表大安商职全体师生，欢迎科室长与郑局长你们的莅临。Thank you.
校呢，我们也参与各县市的义工活动，那也希望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回馈这个社会。那因此我们在服务学习方面，在1005年至1003年就获得了3年的特优以及1年优等的奖金。那我们义组呢，主要分为校内，还有我们校外跟我们的外县市。那我们校内比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冬日舞蹈》、《来水之救下》，还有我们的《老虎跟云彩共生》。那这一些作品呢，都是我们学生自行设计还有完成的。那我们校外的部分呢，也曾协助过社区做墙面的彩绘，还有我们人行道的修补，也和李宁一起做过一些居家服务。那我们外县市呢，也有曾经到花莲为他们修筑围墙，还有装设电线杆，也和义族协会合作，到台东的卑南国小为他们盖他们的梦工楼。我们先体验一下那个水泥砖的部分，他们做的多。局长这边。然后或者是你上面再加个造型，然后这个大概会做15到30分钟，那这个会大概做。气头的动作，它可以顺便把这个泵给卷。然后我们建筑在做建筑的时候有四个重点，有齐要整齐，还要平要挺要直，达到齐平挺直这四项的时候，它这个整个就会很完整很漂亮。我在做的时候会量它的水平，然后让它的表面是平整的。它这个叫水平尺，这个气泡在这两条黑线中间的时候就是水平尺。那如果说气泡偏一边的话，气泡偏哪边就往哪边偏。那我们量完水平之后，我会量它的水尺，那它的直角呢，让它可以进入正方形。市长放上最后一块，也代表完整和圆满。哦，好，那我们也定一下水平。对，气泡之中。然后我们从下量完，我们量一下纵向。我为市长量一下直角。再微调一下，哦，市长在意他的外观哦。好，非常灵。好，谢谢市长。好，市长，你可以跟我拍个照吗？我们跟作品合个照。
来，不好意思，请看这里。谢谢。先拉过去好了。
现在还看不出来阿北手上那个画的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们再拉近一点。应该是在画那个熊展吧。谢谢。
跟很多资源回收东西要可以再利用。结合我们科学课程做我们所谓的浮生纸，那因为我们工科学校非常注重我们手作能力啊，所以这个浮生纸有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看一下，看到红色跟黑色比较明显哦。哎，旁边那个路人，我们先不要理他。假设啊，小黑是我们同学，他先到学校了，小红啊，他迟到了，所以呢，小黑就要怎样先回家，小红就被老师留下。那小红可不可以先下来？那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的实作能力啊，来控制他。哎，他叫他妈妈，叫他起床的时候，是给他摇滴，是给他摇滴。哎，透过我们的手作，能不能够让我们红色先下来呢？你要一直去压它。哎，可以看到我们红色的已经先下来了。其实它有一个很简单的设计啊，透过它一进一出，难进难出的设计，然后来控制它。那第二个在控制它，就是等到黑色的先上来，对不对？可不可以红色先上来？哎，就要在一点点小小的手作去控制它。通常我们说，假装没有在动，小黑先下来，回去找小红的过程当中跟他交错而过，小红又去找小黑，小黑又跟他交错而过。两个一起在学校里面会有，最后我们想办法让他怎样？两个一起回家，两个一起回家。好，那我们就看这一点点小小的碰撞，非常非常细细，这样体验一下。只要用力压，哎，它就会掉下来，可是一定是黑的现象。好，再换黄色。对对对，因为我们压下去之后，小火跑到里面去，它的密度就增加了。但是如果从那到底的时候放松，水跑掉，是不是黑的现象？对对对。那我们不要尽量不要搞清醒啊。那试想可以体验一下，很简单的，把它压到最下面，头压到最下面。那个我就带压住，压住，压住。好，只放一点点，只放一点点，让红色先出掉。一点点啊，那这边没有色，松一点点的，像对对对对，哎，就是松一点点，然后红色先出发。哎，有，至少还是比较，对，对，它里面有空隙，然后有一个小洞，那我们是可以进去。所以呢，科学课程只有我们两个。好，那我们是不是邀请王师长这个大合照？好，跟师长合照，谢谢。来，起来，谢谢。来，继续站。谢谢柯师长，还有我们郑局长，谢谢。
这个机器人除了可以纵向移动之外，很特别的是它可以横向的做移动。所以现在工作人员在跟阿伯讲解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原理跟设计。用手机就可以去操控它了。希望台湾的这个教育啊，能够越来越发展的更好，然后技职教育也能够慢慢的就是说跟上国外的潮流跟趋势啊，让就是说不用每个人都去上普通的高中或是上大学，重点是就是每个人学生能够都有一技之长，在毕业之后就是比较能够比较容易的找到工作。请大家往我们这边移动。
这边的摊位应该有好几，应该有100摊以上，然后就是每个学校都有做介绍，所以大家如果下午有空的话可以来逛逛。今天台北的天气非常好哦，就是室内室外的活动都是非常的合适去参加。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世贸中心一馆，信义路5段5号。搭捷运就在101站下车就可以了。现在前面的摊位也是在展示机器人。
不好意思，见市长，希望我们的关系进行大合影，所以请各位点个赞，好吗？支持我们台北市政府专门推动 AI 教育，请各位媒体贵宾掌握这个难得的。哎，请看我这里。这个是那个机器人的这个积木，可以在家自己组合哦。前面这个机器人内建有陀螺仪，所以说它就是在站立或者是在滑行的时候，它不会倒下来。在这个十年的话，这个 AI 人工智慧跟机器人这个产业啊，应该都会得到很大的进步跟发展。
跟科长，谢谢。一二三，我们赶快去拍照。会造成问题，它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会有什么样的面貌的去把它问题。所以我们去找机会，
叫的艾草，然后那我会用艾草，然后做的艾草粉，然后做的心，所以是老生常谈。阿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刚才隔壁的摊位想叫阿伯过去已经没时间了，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我们直播差不多也是要快告一段落了，大家下午有空的话就可以来这边逛逛哦。现在这边是在世贸中心的一馆。现在这边是双语的实验课程学校，可以看到前面的学生在阿北前面是在讲英语。现在应该是要调那个饮料。好，说第一步要先放入柠檬，第二步加入砂糖，他说要加入六片的薄荷叶。介绍说现在可以闻得到那薄荷叶的香味。然后现在就是把薄荷叶把它搅碎一点，让薄荷的味道可以出来。加入一些冰块，等一下最后应该就是加入那个苏打水吧。
这阿北会不会喝？我们看一下。May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可以跟你拍一张照吗？这个是西湖国中的双语课程。刚才局长有跟小朋友说 Good job， 做得好，表现很好。应该只剩下一两个摊位，阿北等一下要再赶后面的行程。哎 ，sorry。这些都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哦。Orange. Okay, so let me give you a tip. If you want orange, but we don't have orange here, right? So what color would you need if you want to mix orange color? Yellow and then red. Okay, go ahead. And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to have your watermelon? Green. So which one is green?老师现在在教色彩学，把蓝色跟黄色混在一起就可以调出绿色。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to have your grapes? Purple. So what color would you need? 红色跟蓝色加起来就可以变成紫色。Okay, you need red and blue. Okay, excellent. Now you can go ahead. 现在小学一年级就要学英语了。熊熊以前是到上国中才学英语。阿伯还有最后一个摊位要看哦。这个也是双语教学，明道国小。拉近。现在是在介绍那个磁铁的那个相吸或相斥的原理。Thank you.
这一摊逛完，阿贝应该就结束在这个博览会的行程了。等一下阿贝下午还有行程哦，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直播到这个行程结束。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天气很好，一定要出去走走哦。那熊熊要跟大家说拜拜咯，下次直播的时候再见了。要跟那个举牌的维护秩序的这个高中高职的学生们做最后的合照，等一下北就要离开世贸中心前往下一个行程了。熊熊就收工了。